放心，东西给你了啊。妈，你是不是搁在生气？阿里跟珊珊今麦拍算安怎？是的啦，我袂当安尼就放弃啊。好啦，你做个决定哦，莫拢支持啊。阿昨我讲的迄句话，我收回来，是我想过超过啊，莫甲你回信。哎呀，妈，你莫安尼讲啦。你是阮妈呢，我的代志你能做主的。人生是你家己的，阿妈应该是爱支持你，不是影响你。妈，我甲哥有你，真正足幸福的呢。奶奶，我甲家己妈妈奶奶哪袂记？嗯，怎么甲恁讲讲清楚？因为妈甲你提醒啊。咱两个人做伙一世人，袂当安尼互相委屈。不管安怎，妈拢伫。多谢妈。恁两个哦，不管偌大汉，永远拢是我的宝贝。好啦，恁就送阿爸伫楼骹等我，啊，我先来转啦。啊，恁家己哦，较注意，有啥代志再打电话给我。妈，我送，我来去。上好，无人吵，嘛无遐侪烦恼。你真的希望没人吵，没有烦恼吗？我看你啊，人虽然回来奇经了，心没跟着回来。嗯，我老公回来家，我无心没去动。在台北，在永辉和明辉那边，别跟我说你没挂心他们。哪有可能无挂心啊？啊，尤其是永辉，伊嘛会进行，你也毋是毋知啊。那你干嘛拖着我回来啊？即马就是应该给英辉搁较侪个空间去处理伊家己个代志啊。所以你是怕自己会干扰永辉啊？对啊，我即个做妈妈哦，即马无适合好囡仔安尼。哎，不过说真的，永辉现在面临的事情确实挺难处理的。好啦。我们人都回来了，也别想这么多了。待会我们去看阿尊。哎，巧玲啊，你安尼吼，逐工拢带尊啊来这里围道，安尼敢袂影响你的家庭？我即马拢一个人住啦，啊，透早出去摆摊，下晡就无代志啊。以前一个人哦，足无聊诶。即马有机会会当带阿尊出来写生，甲你散步开讲，唔知影哦，是恁咧陪我，还是我咧陪恁咧？啊，是讲啊，你拢唔免准备哦？准备？哦，你是讲我的生理哦？啊，是啊，是啊，是啊。好，会长，你平常时都无咧家己煮食吼？嗯，你哪会知？因为会晓煮食的人拢知影，迄物件的现做才会好食，若是下久啊哦，就会走味。哦。所以我拢是半暝啊起来准备，啊天光哦就出去摆摊。哈哈哈！是讲你看起来都啊未少岁啊，啊哪会啊我家己一个人啊不啊未结婚？哎呦，会长，今嘛是卖讲这好不好？啊，歹势歹势歹势，慢慢。没啦。会长。会长。哎，陈姐啊，尚哥。你来。好朋友，尚哥你来啊。阿尊。哦，阮一转来啊，恁尚哥就讲我要来吃。啊，恁哪会知影参我来吃找阮？阿卡甲我讲的啦，阿姑讲恁今嘛大家拢来吃哦。是啊，我带阿尊出来写生啊。啊，我是真算吼，带因出来行行绕绕的运动运动啦。巧玲，谢谢你这么用心。不用客气啦。阿尊，嗯，我看你画什么？哎，大人，你别当看。有啥物？啊，好朋友先看。好啦，好朋友先看。
娘，一定该讲要辛苦。你问一下。哎，请问。森哥，阿俊今麦进步足济哦，愈来愈厉害啊。多亏你来教他了。再搞甲恁讲哦，巧玲家教足济迄画图的，迄叫啥？技巧。嘿，技巧。那你要用心画哦。哦，有啊，互你看。进步足济哦。进步足济。你手腕呢？先管够教啊。阿弟当你。归赵啊。还没带等哎。巧玲啊，你坐着休息就好，我们来弄啊。你别跟我客气啦，这也无啥。我无客气，我免收啊。阿尊，谁说你不用收的？起来帮忙。我嘛要收啊。当然。哦。阿尊，林胜哥的意思是讲哦，家己的代志爱家己做。啊，唔讲之前在阮家，啊，搁在阿伯因家拢免收呢。啊，恁到外口啊，啊，你看。再讲，安尼就对啊。咱是一家人，爱做伙修。一家人爱做伙修，你不是一家人，你免修。阿尊，我讲讲唔对。我没有说你做错，只是巧玲人家每天辛辛苦苦来教你画画，你要尊敬人家。嗯，啊，什么是尊敬？就像刚刚的状况，你应该要说，巧玲，你是我的老师。你坐着休息就好，我来收。哼，巧玲，你是老师，你坐咧休困就好，我来收就好啊。你嘛拢坐，我来收就好啊。啊，真上乖啊。你麻烦。好，麻烦你啊，多谢哦。巧玲。谢谢你每天来教阿尊画画，他进步很多。我不会教伊教啥，教伊一点啊撇步尔。伊哦，拢是靠伊家己的天分哦。你莫这么客气啊，我真正哦就感谢你教阿尊教教你。喂。好啦，我知啦，你别再催好不好？拍摄啊，我搁有代志，要先走啊。啊啊，好紧。路上小心啊。好，再见。想想对对。回味。